目前是岳西县码头镇镇长兼阿智鲁村驻村第一书记。 放学啦！对，很乖。有家庭作业多不多啊？15年研究生毕业以后，我就好不容易的考了全调生。之前也决定好要回我的这个老家岳西县。回来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。我不知道我回来以后能我的家乡做什么，但是我想尽力把我这么多年学的知识回报在我的家乡，所以我就来了，来了17年。 6月份来到这个村，当时的这个村的这个生存环境我也是比较惊讶的。当时 80% 的贫困户都住在土坯房，当时还甚至还有人需婚居的现象。当时我也是在心里面默默在想，我一定要在这几年把我们这个村的这个贫困面貌一定要做一些改变。我们。 在村里边做了4年的脱贫共进以后，带领我们这个村129贫困户，建起了新房，产业我们也是有了一定的规模。我们的花椒产业目前是政治示范园，那我们下一步也是正在争创省级示范园。那我们这个村去年也是实现了高质量脱贫，下一步我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村交给我的下一任第一书记，我就放心到我新单位去服务我的新对象。